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彼此之间总会有不同的地方呢？很有趣吧？顺势疗法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顺势疗法要治疗的是人而不是疾病。每种疾病都会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，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顺势疗法要寻找不同的疗剂给每个不同的人。幸好在英国的注册药房里有超过4000种顺势疗法疗剂，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疗剂，是成功、自然、个人化的治疗。想了解更多，请浏览 findahomeopath.org.uk。